他们那边很近，所以带了一块草坪，没错。可是你不确定他说的是不是就是哪里？不过反正这里离我们家比较近嘞。那我还不在这里吗？这里我开过来，只要15分钟有找，可以要30分钟。这么刺激的？嗯。来回的擦干。爆炸。